返乡哈，游子回乡啊。我的故乡的惧怕，诗篇二十三篇说：“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啊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主会与你同在。”哦，有一点痛哈，嗯，不舒服。照你，主啊。
的奉献。那我们就要来祷告，来祈祷哈。他都听到了。主啊，我们把主啊萧太的老弟兄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也垂听教会所有众弟兄姊妹的祷告。主啊，无论是借着小组的祷告，借着微信的祷告，主啊，你都垂听了。主啊，求主你哦，主啊，握住老弟兄的手，走前面的每一步路。主啊，这是一个得胜的道路，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就把他的身体灵魂都交托在你的手中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主耶稣，我们的心充满了感恩。主啊，每一次来看到萧波波，都看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充满在他的身上。主啊，虽然他可能会有疼痛，可能会不舒服，主啊，但他总是被你的平安笼罩。主啊，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继续的把萧波波交在你的手中。谢谢你，虽然他的身体软弱，主啊，但他的灵里面却是这样的与你相通。主啊，当我们唱诗的时候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看到他跟我们都是一起的。主啊，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纪念他这过去这么多年所写所有的诗歌，主啊，纪念他所写所有的歌曲，主啊，都要来荣耀你的名，主啊，并且借着这些歌，要叫更多人的心来回转归向你。主耶稣，我们的心感谢你，就在他最后，在这个在这里征战的时候，主啊，他在这个床上，在这里真的是经过这些试炼的时候，主啊，他所写过的歌都要继续来安慰他的心，主啊，因为都是从你那里领受的启示，主啊，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向你呼求，继续除去他身上所有的疼痛，所有的不舒服，主啊，你继续让他在这里得着你的那个医治，主啊，你那医治的恩膏继续的浸透他，主啊，你那复活的能力继续的吞灭他身上一切的死亡。主耶稣，我们的心来仰望你，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主啊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大医生，主啊，主啊，人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，主啊，医生说不可能的在你凡事都能，主啊，我们就来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的保护他，保护他的身体灵魂被你来保守，主啊，继续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他，用你的宝血为他划定界限，让他所在之地都充满了从你那里来的平安，主啊，甚至我还要继续为他求恩典，主啊，让他在这床上继续听到天上的音乐，主啊，继续真的是能够享受到天上的敬拜，主啊，我们的心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快好起来，主会保佑你，主会爱护你，有靠主必得胜，感谢主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感谢阿们。啊，阮伫我抗前，你伫内底唱啊。哎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感谢主哦，大家做伙唱。你讲得感激多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感谢主。哦，无阮来走哦。哦，下过来看你哈。要跟他再见啊，再见再见再见，握握手啊，握手了，握手再见啊，再见再见，好高兴看到你哦，再见再见，脸色很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哇，你这么精神啊呢，小宝宝，你够爱听什么歌？你指定我去唱给你听。